航线是单航线啊，从镇北出发，然后穿过地图中心，这是今天最好的一把航线了。没错，不要在一起的。你要看一下这个车场会不会有优点。然后另外一边 CS 跟飘柔也是非常的接近啊，有可能要柔了。那榆林这个位置，飘柔和 CS 跳在一起，这基本上要打了。榆林这个位置不是很大的。喂喂喂。然后又是在圈的中心，就可以玩很久。但是感觉他们的位置其实不太好，很直接打。嗯，不打啊，不打。感觉边我们要走了。圈型还可以，确实不都能走、啊。不太建议。对啊，都有车。对啊，肉点、哎。他们也有车。哦，看到有一个人有想法，这么凶。他好凶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你敢撞我地铁？而且落地超闪，知道有人。你知不知道 Tigo 的位置啊？不会被埋吧，兄弟？在车里面吧。两个人一起排点的话呢，就是说这两个人是有防备的啊。他落地扔这个东西，他就知道这里是有人。兄弟，有假吗？在一堆拉面背后。没假。传统菜肴。传统菜肴。喊队友来帮。拉面杀手。这个时候放松警惕是最致命的。普哥应该不太想打，普哥召唤了徐瑞敏，打个太平，打个半血。普哥不想你走，队友来了，他突然凶起来了。他一个人因为没有血，白了。董喷，最多打一只，马上会来人。董喷，冲了他，那一个大喷子，一把 S 十二可以塞到他嘴里，遭了大中。你说你？一个 OS 就在脸，听到这个杨楠的杨楠还不来帮忙，要过来排他。德莱文想开炮，队友急得很。但是能成功吗？对方两个人，三个人手拉手的话，哇，这一幕不敢想。是的。这是干嘛，老婆？打两个，打三个。哇哇！一打一，杨楠一打一。哎呦，要打一个吗？残血啦！他很急，就看 Duck 了。剩余一个交给你，应该没问题吧？知道在之后吧？没了呀！我觉得有了。哦哦哦！德莱文打得好，兄弟。纳迪，想不到哦。裂了。哎，我们在城里没动啊，在雨林里。等一个人吧。幽凤还是不够精彩，这波才精彩。哎呦，被杀了，大射是吧 ？Shamsi 被一把 UMP 穿了 ，Shamsi 把枪。是的，我正想说这个，对方是没 SQ 是没甲吗？我有点莽，他其实打了蛮多枪的，就打了个问号嘛，对吧？哎，挺极限的这圈。极限。这都不卸车胎吗？好，这里上面打了一个 Sosie 的。是的。但应该能扶啊，能扶。这个位置来看的话，就打了吗？但是拿位是个分彩啊。刚才那个德莱文，分彩扶不了。第一的那个德莱文是不是就是第一把把飘柔炸的那个人？好像是。就是这个家伙，感觉这个人独狼有说法的。哦。我上去，这得撞个房。说实话。直接被淘汰。然后撞一边，一个切角，打到马这边还有全面能玩。他。拿了，这相当于三个点。我说真的，这边一个加油站一个点，然后这边特别好的角度能他拿了三个点，这个 CES 换一个。这防区按理说是这个时候正常跟三个邻居当一堆，三个队当邻居的。来了，飘柔呢？飘柔也是可以的地方，他们有可能会在窄边汇合。那打的话要看能不能守住。撞了，加油站撞了，先来了，没问题，一个人也行。撞了个一个人的脸，不走吗？我兄弟。哦，先来看一下，走啊！兄弟，要位，直接追，对方还是。Summer 知道信息吗？但知道大概位置。帮啊！我 Summer 被扫了。淘汰信息的，我 Summer 被扫了，没帮忙吗？帮不了呀，不想你这么帮，这么帮不了。好嘞，对方血量太残，刮到伤害了，可以。而另外一边的话，天霸也是又补了一个 VLT 的人。是的，哎，你别说现在要么就留着架枪都行啊，兄弟。对啊。
而经典的话就只有一个压力了，刘哲驾枪也撅到了。铁马等人，只要不掉人，大家一起往前进。应该没有，那么我也感觉没有。又打一个哈子给，谁也是泰坦了，我说实话。是的，载机太少了，这里一路被击打，而且他现在这个情况不能再往前进攻了，要小心，赶紧绕开。我操，补掉，补掉经典的，守住了。天马守住了，这个位置还能保车。最后一个人没问题，拿下，被车倒，倒地都能接受啊，不要被捕。这里的车都能利用，实际只能用这个坑先打掉。换大一个，另外一换一，我操，这个位置还没时间打到，提前拉开了，说实话，拉的马上把自己吃掉了，枪线太好了。雷炸到了老北，先拉开了，高点的人有点要命啊，两个高点，还有雷，我摔脚下的雷。他枪线太开了，大杀三个，一张定是直接拉车，先去救，先去救，我们先去救人。按照来讲，应该是要，他也不救。哎呀，小五弟弟叫的仙女棒把自己，哎，他卡里边了，被滚死了，他卡里边了，看到没？他卡里边了。天哪，我第一次见到被这么砸，不是，我以前想会被打，会被打，是第一次见，有个脚露出来了，他还是会露出来在外面的，露了脚在里边，露了脚在底下。他从这个看到没？这个三角形，它中间有个洞，他从那钻进去了。天霸出手了，打了大的话一个。他钻进去了，从那个洞出来，但是他露脚在外面了。就是看到这个刷完，我们是有机会能出场到北边。这边左上角又吃了个切角，如果不是这个仙女棒，感觉有机会再玩。好像是这样的话就鬼鬼哥跟他在一起，他在救鬼哥。然后鬼哥帮他挡了那个砸下来的那个伤害，然后他人物模型就卡在那个洞里面了，可以有机会一个头钻进去了，好吧，没有是滚下来，是吗？滚下来吧，然后刚好压死了一个，给他戴了个帽子是吧？对啊，那个给他头罩进去了，给他戴了个帽子。二楼果不其然碰到了北边的坡，辣到了啊，确实有点。不但要加菜，还要加毒料，把哪位卡死？他们说小五被卡在那个墙里面，不知道是真的。还在圈，还行，还行。哎呦，喂，还行，强行给 CS 清了，要封烟，我操，差点死，别死。掩体有盾牌，对吧？上分，有反斜，还挺滋润的。天霸，天霸来了，碰到的话了。没办法，捐了天霸，就是要被费子抽。我撞死了，但是。一波信息有点多，信息有点多，我只能告诉。但是小五是不是出不来啊？给你说堵死了，堵死了。是的，感谢老板续费的钻粉，谢谢石头续费的钻粉啊。小五舔我，我往前炸了一个，我操，他死了，死之前个雷，他有雷，刚才倒人不扔的，怎么？炸这一个，即便如此还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扔出雷的，多混了一分。哎，场上唯一带血的队伍就是飘柔。哎，讲道理，他那个雷按理说扔不出来啊。是不 bug 呀，就是试一下，我感觉他透过了那个物体，找到一个篮球球弹，透过了那个掩体，把雷扔出去了。不太好跑，又一个篮球球弹。斯塔夫八百一十七，对方的站位又烧到了，哥们儿，这个伤害拉满了，投掷物道具不只是雷，火，还有蓝圈手雷，扔的也太好了。分，就我们说费的他的正面速度是真的是很强，小树，他就是一手效率不够。他确实，他那波他怕扔不出去自雷了，他想排名更进一步。他最后没办法了，要毒死了，直接试了一盒，然后把这扔出去了。两个篮球手弹把你位置全部走位给封死了。开始怀疑，我不是在安全区。单人一颗大石头，手上只有两颗烟，仓线有点难受。虽然在圈，能不能把妹子拖走？看一下达达瓦，喂，达达瓦。赶走，赶走！接一下呢，我操，来爆了！要在他们落点的时候打人啊！脖子圈接两个，两个打两个，但是远点，视线有点痛。不过没打，还要打吗？没有雷了，先拨舔刀具，舔刀具，没有也没有刀具。是的，绝对干了，不再说。而且他这个打了经典，冲了两个人以后，远点打到不敢动了。现在对，还能扶。飞哥倒了还能扶，得先打，不好扶，得先打，没问题，又打一个，得先打，得先打，头被开了，在术后，知道在术后，不好救，不好救，救不了，嗯，不好救，救不了，把道具给中间，有火，两瓶火，给他烧了，兄弟，有雷有雷，如果说我身下有雷，但是枪线真的是太糟糕了，这个位置被围了，是的，折低了吗？一把就上低了。
那费德这把应该要吃鸡了啊，稳鸡了。达纳瓦他妈选择跟我们爆了，畜生一样，兄弟。这不得他没烟了，撑不住了，有点。啊，南边那个石头他是能待的，兄弟。太拉。那太近了，要掉呀！真的，你打人枪他觉得要掉了。他是想蹭的，他开始那个遮，他发现不行，撑不住，对，他发现撑不住，两边将近夹着他打，他怎么撑？他发现撑不住，他就只能来了。一边爆了呀，选择个近点的爆了，开一圈二圈吧，二圈怎么说？我这个圈你收缩 ，C 一 S 中心点。我操，怎么碰了那个边？碰了个边，这是干嘛？玩不了，这两个房子其实很差的。右上角房去让 DAY 拿了呀，全边要碰上达纳瓦了，崔伦赫不要往那拉了。我操！这么天一刷，大弱侧，而且他南边 SQ 和南边要打架，好吧，这个圈出来以后，现在、这个圈，下个圈开血的话，左下右下，别绕啊，往南边绕啊，只能往南边绕，因为刚刚 SQ 是砸车过来的，要干干嘛？要干就来，对，老头被带。按理来讲，应该怎么都能感觉到。完了，哎呦，飘到这里的话又是很残血，而且哎，这个雷有点随意了。达纳瓦枪械施展的还挺开的，有点针对。这两个队在这个圈呢，如果说挂在一个宽边的话，基本上就要考虑一下。跑下来了，我操，还有闪，两个人飞闪，两个人准备跑，还有闪，没闪真有说法，好吧？应该是本来就是要闪，我讲道理，突然达纳瓦出枪了，这个圈太接近好了，赶紧走，而且是三圈，说实话要飞四个一起飞啊，必须得飞。讲道理，要飞四个一起飞啊，绕起来。好，飘柔成功的汇合了，可以，没毛病，还行啊，四个。啊，这跟我猜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区别。这个圈给我们上了一点了，这么差的不了，很好猜。北边有一队打到啊，来呗，艾伦格那把你记得吗？也是来呗，对对对，松一下呗，这是最大面积的排水，真的来了，没毛病。这边 Faircox 的独狼也被打掉啊，艾伦这边也不赖。当时头顶的位置走了以后，他其实就应该他去守一守，一步慢，步步慢。很潇洒打倒，但是又 K 一个分数是被开了拿掉，就不管费子还是贴散利用那个山头做的事情都比 Navi 多得多。嗯，现在看一下天霸啊，旁边达纳瓦还在游，应该想不到，我觉得他应该蛮难想到有人在游泳。嗯，他回去开车会不会刚好听到脚步，有没有这个运气？如果说开车走了一下没被打，就还能接着来，没上岸，没来，没到，他还没开枪，很多蓝圈伤害，他没时间开枪。现在达纳瓦，拉住了。这原点怎么还有个 AGG 的独狼啊？是不是？对，也是一个，刚才最后一个嘛。有没有可能他打了一下达纳瓦的背身呢？林叔，感觉到了，叔子，闻到了，我的乖乖，吓的，吓的，吓的，枪放开，人头打蹦出来的，背后跳了三个大汉，提了个醒。真想不到啊，这个时候居然还有人在河里游，看毒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四圈的毒他们吃东西，爷爷还有 A， 我操，很准啊，三弟，一个 Norris 开了一个，天霸开了一个，我操，倒了一个，他放倒两个，很准啊。好，我操，那飘柔要全力卡边，他只看一个方向，西边，但是 T 会卡他，是的。这次的独狼有说法的，兄弟，说实话。要跟他拼了，打到两个，先放倒两个，一个踩上去就是大，没道具，再补一个。飘柔这波 ，F Lab 的选手也是尽力，追击一放倒一个，追击一放倒一只，还好是扛住了 T， 不想进攻欲望。他们一开始是打掉了小组，要顶吗？这个雷有没有说法？想找机会扶一下，扑过去清北边吗？敢顶吗？石头上的不敢，有加枪顶不了，这个烟要散了。还是要顶，想抓这个 timing。投注用光了，现在其实顶过去蛮危险。哎，别上！没想到这边有人，崔哥灵性，别被打倒。崔哥会烟，快没血了，快没血了，救！崔哥打药，再给点道具压制。崔哥没事，卡在卡不住吗？掏，继续掏。黄斌在看屁股。
这是最稳的、这个车其实架的不是很好，这他妈是最稳的，有点漏洞。哎，谁在堵？谁给我宇川堵门口了？崔哥带掏，但是崔哥一个人，这个掏不动啊。这里倒两个有点尴尬了。主要你这个，天子天三没压力了。他那边已经卸完压了。莱福特能接顶住吗？顶住压力。留 B 一波盲 ，B 还是最后一人，两个残血，切肉很危险。黄一鸣的位置也有个厕所，能暂时的待一下。KDF 这哥们来了，把人扶起来，现在啊，现在只能这样了。是的 ，TE， 现在所有人都在目光集中到了 Pero 这个 KDF， 天三满天在外面，资源不太好吧 ？K 兔，黄铁出枪了，发现了，已经对了一波枪了。在外面的世界很吵，能把他杀掉吗 ？SQ 还在，他现在有圈，这个不会碰的。嗯、场上唯一哦有了，还有一个雷，林哥被炸到了，没问题没问题。问题 OK， 下一个，没药了 ，Summer 没药了。我想过来舔个包哦，有的有的，有东西有东西就行，赶紧换点东西。阿索这边甲也裂了，有没有一件好衣服穿？SQ 其实还是要去找我的小鼠标放的训练，他在慢慢的往前挪，还不在圈，哎真不好说。 SQ 前面有个坡能蹭，兄弟他 SQ 发挥一下，发挥一下，你打两个，你打两个，好吧？位置上还不错，但是他现在战略上有点被动。他要他只能等着别人过来找他，对他两边都得防。对的，因为有点分散。主角假裂了呀，打的假多的。有盾牌吗？这个垃圾车里面。头盔一点没换。很需要盾牌，我真的。哎呦！哎呦！又是盾牌。开了，他急了，兄弟。插上了吗？插上了呀。急了，这个反正站的是接三个枪线员，插上了吗？全你好，放门口帮到的。嗯，那他手法有点好啊，他趁裁判还有教练不注意，打残了。他一个有机会再继续往前压的，压力给足。低狗，就是北边的，能不能行？能不能低狗？低狗，低狗啊！黄胜利不进圈了。你打不死人，你就变成黄志。那现在一个二打四的话，其实难度没办法，非常之高。这两个对，怪我这样。哎呦，咬一个，哎，四倍攻击，这个载具利用了一下，还有雷，我觉得有的打，给他补掉一颗雷，绝对补掉了。我操，牛逼！我操，喝完吐，你很会跳，体育生。这个蓝圈出去看一下 ，Sparky 能不能被捕？他体育生的身体好，他跳一下，兄弟，正常人说实话不会这么跳一下的。说老头，我给点压力呢。是的，老头秒一次给他们看。哦，该你出场了。自动掩体是吗？想打人往左边这个地方莽，可以，你这样吧，把左边直接莽了，往从中间开过去有难度。打的 DSM 冒汗。不坦协同，掩护三门。压两个人名。对方还有两个雷，我说实话挺危险。尊重的很，对面麦克风里全都是小心啊！我操，上面放了一个，这是三个步枪，步枪的，慢慢来。二打二，知道左边有一个，左边还在，知道吗？对，我就看那个 Purdy Curdy 麦队友卖到什么时候。哎，看到了啊，被看到了，是的。没假，我操，被打枪头，十八 K 手感这么好，十八 K。问题了啊 ，TSM。很稳，我操，十八 K 手感，没给机会，好吧 ？TSM 好像吃两级了吧？能打，找人了，说实话，我拿第二也是上分了，好吧，可惜了，都全尽力了。给我十八 K 打的深呼一口气，看到没？给这四兄弟二打四，给这四兄弟打的冒汗，兄弟。去左上角 A 层了，上一把右下角，这把左上角，为什么要让那跟钱过不去啊？海岛跳个学校得了呗，那沙漠是两把呀，荣都要肉，那不能肉三把吧，一天打六把，吃过鸡的对吧？来了，每一次都是稳扎稳打，一个向北的极限切角来了，绕起来，绕起来，往北绕。欧洲山怎么说？有没有说法？没绕过弱侧出来，那还可以，很高。
笑是因为我们绕到了个弱侧，我挺高兴的。右上角，继续绕，小柔呀，有点香。走，走走走走，那个长的方式走，你听我的，走。赶紧走，他就是我感觉快要打决赛圈了，直接把那个面包房。说嘛，要不要拿？还是在这不动了？这都看不出来，是在这不用了，因为后面人很远，对吧？最后一个人是 OK 兄弟，我们就是在对面倒架，都不爱绕，不爱绕就别绕，兄弟，不爱绕就别绕，别绕了，都在正面打架就行了。我操，意外，贴了，来了，旁边还有对 biu。啊，飘柔现在是在那个水厂的库房，库房还行，老厂的彪彪了，没有扩大，我操，就全是真，全是真来劲，你看，对，全是真来劲，不会去，不会去飘柔那个方向，他现在要看的就是等那个 Falcons 和南贝达，对，全是真的有点来劲了，一直往着这个水厂里边切，哦呦，拉贡，感觉 Daytrade 要动手了，九十，没地方去了。他没地方去了，毛要开战了！哦，集火雷！我操！集火雷！人都还没看到。集火雷！这原地起飞。马了。哦、有点马。这叫啥？地飞。哎呀！摇了一个鞭。怎么有画家呀？哦，有点马。美术生来的。是的。马了，兄弟，马了的代价就是死，直接死了。感觉他可能觉得那个人漏的太多了，不知道该打哪了啊。哦。让我想起我玩辐射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要干嘛？下剧场吗？还是下剧场？我一般选择优先拿药，分换了，伤害会高一点。结果啊，但是贝斯压过来了，怎么办，兄弟？你不到怎么办？哦呦，最后两枪！哎呦，最后两枪！大头，完了，还要秒！我操！差一点，真的差一点，真的是差一点，怎么样？天哪，他还在火力全开，打了一个 Daytrade， 我的天！快救金宝！我的费子今天开花了，十七颗嘞！飘柔，快给我指挥救起来！想想办法，还有多少颗烟呢？十五颗！我操，真的！对方人扶起来了，来得及吗？有机会，加起来多少？现在费子回不去了。对，怎么叫四个大招加在一起？倾巢而出吗？你屁股不留个人？你这样的话，你那个房子被占了以后，你回不去了。四十二。这个不会让 Daytrade 扔了一颗。有危险，我三十八。看正面，看正面。直接压出来收分了。看一下队友在持续是了，就是收分。正面。管雷啊！打正面了，求你们了。轰炸！直接正面。牛逼！轮赫。直接补，给机会。对，就往这个地方扔雷。轮赫这颗雷绝对有。轮赫这颗雷。还是要小心。小左右身，右侧边要再来一个。黄一鸣跟他一起 ，OK， 两个助手直接从右侧突破。没雷了吗？打闪飞上。黄一鸣，我操，雷呢？雷，你刚刚不是十几颗雷吗？对方其实也不就五颗了，兄弟。过来了，蓝区手榴弹生效了，但是对手好像有背包。兄弟，别让 DA 歪视了吧，兄弟。我觉得打了一个，对吧？完了，打一个不打了，想回去回不去了吧？不要说给太大的一个飞机啊！车在这儿，因为这是尴尬的呀。来了，这是飞的车，过来。有车，我觉得还能玩。说实话，不好回了。梅花桩在围墙。不好回了，不好回了。现在回去 timing 不对了，因为马上梅花点了。身位不能落得太大。没问题，周轩，一滴先打到一个，有蓝圈背包，无所谓。哎，有雷，那个角度。哦，是闪好像不是雷，是闪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操，上面一滴，上吧，不要啊，上吧。不过现在还是好事，不要过来参与。没道具了，没必要。他雷呢？雷在谁身上？肯定不会来的。是的。真的雷在哪儿？于川那儿。那也要留，要留闪，雷要留的。他就会来。雷要留，橘子圈，梅花桩丢的。屁股。左边来了，第二位，有信息吗？不好出的，其实对方那边不太好出，有留人看屁股，谁 ？Summer 在看屁股，正面只要不出事。我操，他走到这儿来这个 DY， 我觉得 DY 应该是不太好过来。好的，于川知道，于川知道了，于川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他走这儿来，他死惨。反正屁股一定要看牢啊！哎，混烟过去干得了，知道 DY 来了。闪吗？没闪。啊，但是还是被偷了，被打了。刚刚感觉确实有点视野盲区啊。感觉要红。有点。上面雷炸倒了，上面炸倒一个飞子，兄弟，
王一鸣在救人，你得过一边，你不能两边躲。哎呦，王一鸣要刚打。春龙二啥时候到的？补枪，忘了。哎，往我脸上混，没问题。你的位，仙人指路。说了，往我脸上混。嗯，好像要打一，来不及了。对面看敌要不要给不给机会。好的，谁可以吃鸡嘛？很稳。成功拿下，果然捡漏啊！怎么说？半十分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飘柔当时应该是想的说，因为费的人挺多的，嗯，费的当时应该是满编在那边吧。他如果不来四个人，他正面别加油吧，不一定打得过。